2014年年初太兴讲过恶搞电影《铁甲几侠》，玩中个同男主角有九成几似样嘅音乐人 Eric 扮佢，再孖住貌似神盾局局长嘅音乐人 Ray 斯亮相，成为全城热话。今年广告商食水之味啦，日前再用百几万拍新广告，继续用呢两位旺财孖宝，再加埋拍星爷到少林足球，做汽车维修员士巴拉随身携带嘅封面行，广告导演加插佢担任主持，负责喺入边煽风点火。唔讲咁多，即刻睇下佢哋拍广告入边嘅精华片段啦。火并神盾局长 Eric 再扮铁甲奇侠，你啊，忘恩负义。当初唔系我，你会拍到呢个广告？你阿杨 Lady 爷，你食条铁咩？睇完呢啲精华片段之后 ，Eric 就话想同大家分享下，到底点样扮先扮得似 Iron Man 啊？要有自信啦，同埋要有钱啦。咁但系最紧要系，其实嗰个态度有少少嚣张，但系又好抵死。